大学图书馆。是什么雕像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用？怎么用？香港理工大学 BA 大楼。你们买？鱼蛋盒用，用微波炉让你用。哎，面包我不会用，而且用微波炉把它微微更好吃。啊，从哪边上去？社会就像一部机器，每个人分接着不同的任务，可是只有知道和有方必须要去实行，从一次一次的失败和经验中去寻找成功的孰轻孰重。